哇塞，用25块买到2张票，还有一个 book concert voucher， 因为我用了这个大选购的来换的。首先要排队拿我的 book con。我是飞燕，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康消息啦，相信大家都很爱看戏嘛。今天我就是在这个 TGV 这样子，在马来西亚有两个线，就是 TGV 跟 SGSC， 就是目前是最大的线。那么今天我来到这里呢，我发觉到一个很好看的东西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如果你现在用 Touch and Go eWallet 哦，等等，这个 Touch and Go eWallet， 你只是用1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张戏票，然后我就发觉到这个好康，所以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10块钱一张戏票，那么呢？如果你两个人来的话，你可以买配套，就是恐怖，就是以25块呢买2张戏票，再包含了一套 popcorn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超值的那个好看，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 Touch and Go eWallet 了吧？ Touch and Go eWallet 现在是马来西亚还蛮消源的，就是蛮多人会用的一个 app 这样子。那么他现在有分享这个好看给大家，那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么呢，这个 Touch and Go eWallet 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哎呀。你可以看得到在这里呢，它是写着从9月1号到2019年，直到9月2020年，那么时间呢，有一年的时间真的是很长哎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，而且 Kaki Wayan Cashless 就是 all day， 不管星期一到星期五，就是以10块钱就可以看这个电影了。还有这个 couple set， 就是2张 movie ticket 加 regular popcorn， 25块，超值得的。然后你的 book concept 就是会是这个，这样还有这个，只需要用 eWallet。然后如果教大家用 eWallet 的话，你先要去这里，你们要download这个 eWallet。我给大家看到，这是 Touch and Go 的 eWallet。所以你click进去，你 download 了过后，然后你用这个 Touch and Go 的 eWallet 呢，就可以给钱了。然后你给钱的时候呢，它最厉害的这件事情就是。它还有回扣，就是有 cashback， 你可以看得到。我刚才在这里，我给了这个 TGV 的 ，OK， 7块啊，25块，然后它 cashback 我快半，所以我觉得说这样子来看的话，我这一个戏票大概是看的23块多左右罢了，23块4角钱，就是一张23块4角钱，我就可以看了一个电影这样子，是不是超值得？然后还有包括 popcorn 可以吃。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好看。哎，如果你们。喜欢的话呢，记得点赞、按赞、按 share， 点你爱我这样子。如果有下次有更多好看的话，就会跟大家再继续分享。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呢，这个大选购，因为我的最值得的好看就是一场戏票10块钱，超棒的。OK， 拜拜。